43题问合力作用是多少？我们看到这里写了一个等速度，然后呢，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过，只要看到等速度就表示合力是零，因为牛顿第一运动力，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，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做，等速率直线运动，所以我们的合力既然是零，它当然做功自然就是零，所以第43题问我们合力作用为多少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零。